怀疑男子卓伟龙就可以便利店袜子风波，而在网上发言侮辱伊斯兰，今日在地庭俯首认罪，遭判处6个月监禁和12000令吉罚款。这也是第二宗涉及 KK 便利店袜子风波而被提控上庭并判监的案件。根据控状，卓伟龙被指在3月18日透过面子书账号发表侮辱伊斯兰的言论，伤及阅读此推文的网友，因而抵触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第233页一条文，一旦罪成可判处不超过50000令吉罚款或监禁不超过1年或两者兼施。在通议员念出控状后，被告承认有罪。法官苏扎娜随后在听取双方的陈述后，判处被告入狱6个月，刑期从逮捕日算起，并罚款12000令吉。若无法缴付罚款，则以3个月监禁取代。做人还是要谨言慎行。